今天是国历10月12号，猜猜看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？啊，我怎么知道几月几号？要怎么看？可以看日历，可以访问农夫。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上网查。还有呢？看月相。我今天观察月亮，观察到方位角8点的时候，它是140度。看到月亮的方向，东南。东南方大概几度？140。然后9点的时候是160。160。那所以刚才是几度？140。所以大概增加几度？20。所以每隔一个小时会增加20度。然后我还发现了高度角，就是8点的时候是45度，然后9点的时候就是50度，然后就是每隔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增加10度。如果你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楼层观察月亮的高度角的话，每一个楼层的高度角的都是一样的。比如说你在一楼观察30度，那在二楼就是30度，3楼、4楼角度都一样。今天的月亮看起来像什么呢？像超市的凤梨。大家晚安。